幼稚。太幼啊！我导游拢无咧睇啦。即嘛是。讲真，我看到阮导游啊，是只顺便甲囥咧，囥两下就好啊，哎呀。即嘛是张妈的杀幼稚教学。阮导游啊吼，阮导囡仔拢游啊，我背好好他咧接。包括以前我讲的是，妈拢唔捌咧爬油啊，妈拢我咧爬爬吼，啊囥在保鲜盒，啊因咧食有够方便的，啊起来当食啊。其实柚子是要一边剥一边讲话一边吃，这样才好玩，对不对？剥下来啊就戴帽子这样。小时候都会戴帽子。啊，你要录到完哦，唔免啦。哦。